如果以后可以戴一只表，就可以让我变身的话，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向。我刚刚有看到史努比的手表，有点想要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。Hello， 明朝的各位百姓们，你好，我是阿夫。我今天戴手表哈，是这个 Swatch 最新出的这个 Big Ball Ivory 不锈钢的腕表，非常的帅，戴起来非常舒服，然后也蛮酷的，然后整个颜色也很缤纷，表面比较大，然后做了一个机体比较裸露，蛮帅的，蛮帅的。因为这是手表，它颜色比较亮，所以我这一次就是想说穿一些比较暗色系的、比较低彩度的衣服，这样可以比较凸显它啦。我觉得它值得被凸显，很帅，很帅。除了这一只我现在的 Big Ball 以外，我刚刚有看到史努比的手表，有点想要，对不对？你懂我意思。我可能会想要就是可以变身，因为以前有看 Ben 10， 他也是用手表变身的。我想说如果以后可以戴一只表就可以让我变身的话，算是一个蛮不错的方向，可能往这方面去构思。我们再跟 Swatch 谈谈。